大家好，我们是 SH48， 我是钱美婷，我是张玉格，我是 Kiki 许佳琪，我是孔肖英。那么今天这四位呢，来到我们的超无聊小锅的节目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啊，其实已经是六月中下旬了嘛，马上就要七月份了。七月份对于我们的 SNH48 来说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月啊，因为在七月底的时候呢，会有今年应该是第六届的年度总决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分别问问看四位吧。在此时此刻，很快就要到比赛的前夕了，每个人有没有准备一些不一样的绝招？其实哦，今天在我们录制环节呢，最大的一个跟我一帮的人就是 Kiki 许佳琪。所以这个方案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啊，今天呢我们会假装今天就是你的生日，其实就没法假装了。就是我这有几个方案，这其实我们两个其实是以前的同学，然后我身份证上面的生日一直是假的，这五年来一直是假的。哇，这个方法很真实，很可行哎。知道我改了年龄，然后你就说啊，今天每年都是我给你过生日，然后今不是今天吗？然后你这样戳穿我，然后我就没办法，只好告诉他们，哦，我一直以来都是假的。哦，我让你不要说了。这个剧本好刺激啊！你凭良心讲，怎么可能？你妈何时生你的？自己没点数吗？不是，就我不能说。这么不孝了吗？就我不能说这个东西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因为Kiki 你是改过生日吗？你现在在拍吗？因为我小时候不是，我记得你是93年入校的。对啊。嗯，但是。但是我进团了，我就 Kiki 为了一个节目，没必要走到这一步的。我小时候 Kiki 在哪个产房我都知道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就在你隔壁。所以你们是同学？对，我跟他以前是同学。我刚才出来的时候跟他说了。啊，真的？这怕不要用，这怕不要用。对，你们都不知道他的生日是6月20号。你在搞我哎！你们都不知道？我是九，怎么可能啊？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不要说你现在在镜头前这样，你自己关了吗？你不要说。那我先关掉，都先关掉。我就是跟大 C 同一天生日的，真的。我等会还要回家，我等会已经买了车票，我还要回家。所以我刚刚问你们为什么回去很快，要回去，但是我又不能说这回事。就今天的这个雨是我心中落的泪，我就是这么突然。今天我的生日，但是我不能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说我一直都 Q 跟你们 Q， 我一直不相处。他们都说我这个关掉吧，我们刚刚真的关掉了，我们帮你过好就好了。不是，等于我没有帮你过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心情很差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不要生气了。你生气为什么生气？你为什么要把他的声音爆出来？如果他真的，你俩真的认识的话，你好坏。对，因为我就知道这个肯定是假的，然后他就一直在贴。我想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吗？而且他也特别配合。我保护母亲的心啊，我想保护我们的成员。他不说别再纠结这个了，我们就当做是只开心的过就好。我还在想，你这么不懂事，你就一直在提，一直在提。所以你那句话把我吓死。状况之外是吧？你信了吗？我信了。你从哪一刻信的？从最开
始有疑心。他最开始那个表情，我一看呀，骗过一个。他开始完了。青春有趣，自由奔放，关注动感101.1 TV，纵横寻他千百度，快点关注101。